好，我们来看啊，在这边，好，狮子先讲话。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，每天吃同样的食物都快吃腻了。难得今天艳阳高照，对，到外面去走走，顺便找些新鲜好吃的食物。好，这时候狮子就退场了，兔子慢慢跳进来。好，兔子讲话。上来过了就先让给别人，后面有男生拿白色衣服。